家人们好，开饭了。记住菜系：香辣大肠、溜肝尖儿、那个五花肉炒豆角、火山泥。这个漂亮啊，啥呀？太漂亮了！想吃不会做的，关注我啊，安小厨，都有教程。感谢你们关注啊！吃吧。嗯。太香了，香而不腻呀、啊！哎呀，这是啥？里边有惊喜，香肠，给你塞包香肠。嗯，看不见，是肉，肉疙瘩。油都给摘完了，空心无油的。火鸡面，这小鸡蛋，糖心的啊，热不热？嗯，糖心的，太好吃了，蛋做的。这也是山药做的。有味没有？真好吃。吃鸡蛋，有凉的不好吃的。哎呀，叫糖心儿啊。老铁们，给我来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啊！谢谢你们。2021年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年年有余。你叫词儿啊，背两天了。咋了？别闹，辣椒油放多了。那我吃吧。这溜肝尖儿，这小豆角炖的不错，都有教程，我家人们都发教程了。嗯，太少了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嗯。过瘾吧？超级过瘾。感谢关注。